家傳教士是2021年年頭的時候開始的，我爺爺和爸爸都是做中菜，我是喜歡做西餐，已經做了有7年的時間，兩個不同的飲食是互相融合了，成為了一個比較有趣一點又特別一點的一個餃子形式出現了。好長一段時間我是做手做的意粉，其實跟中式的餃子都很像，我們可以 combine 在一起，包一些我喜歡或者我想吃的材料在個餃子裡面。我們有一款餃子裡面是用 cream 去將材煮到很結啦，很 creamy 啦，好像一個湯一樣，吃的時候那個餃子還會是流心的狀態。我想現在每一天大概賣出300或者400隻左右的餃子，每一款餃子的話就是78去到138元都有，聽下去是會貴一點的，我覺得它是物有所值，自己的產品是跟其他地方是不同的，不會說很輕易地就給下去的。我們都想我們那個品牌和我們的餃子可以給多些不同文化 的客人可以有機會看到和試到。